等来啊！包大夫已经真无用了。对啊，连我练功夫的时间，我一定要等来。这阵军顶还袂练好，欠我一个都无法度练。 等来，阿辉，看你甲宏志两人感情愈来愈好，什么时阵请我大家啉喜酒？我，你莫跟他笑啦，你怎拍算要安怎？我先收到微博嘞，感情的代志以后再讲。来，以后再讲啦。秀芬是个老狐狸，虽然即个受伤真重，不过只要伊若无死，随时阁会转来。 那一届绝对袂当阁互伊走去。讲唔对，咱绝对袂当吼，有缘了有第二遍的机会，大家赶紧啊，七千块钱联合好，重建中义堂。我希望伫新的中义堂，系因为家宏办喜事啊。对，安尼就相喜临门。 你倒来啊！今日无甲你做伙哦。阿母冤家啊！师傅，你咪讲问啊！我看，即摆检验甲咱斗阵来练功夫，是真困难的代志。为啥呢？ 阿爹，建明，你是安怎？你受伤啊？小可伤呀，不要紧啦。建明，你哪会受伤？阿爹，建明伫个部队，撞到魏英来。魏英来，伊个人伫拍受伤的，伊个武功毋是。伊个功夫也是同款厉害，而且伊个性格甲之前完全无同款，未输起笑，唔惊死。 伊个唔惊死的人，特别恐怖，所以大家对付伊的时阵，还较注意。阿公，我爸佮伊起冲突，去予伊拍落去断来，我看是雄雕见效。安尼看起来，即马敢若剩魏英来找人，这是台语上好的时机。咱继续七千军人联合，这边绝对袂当予伊走的。王彪，这边咱一定要出伊的高明。 这摆中义堂的得做得中。快点！是是。哎，你哪起来啦？阮小姐有交代。 你好好尽量啊，来来来，无要紧啦，我已经好真多啊，多谢你。哎呦，你莫客气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多谢。啊，对啦，叫明志人呢，我足侪工无看到伊啊呢。哦，阮小姐去找恁张义登人练拳，这几工哦拢无转来。真是的。安尼，我要紧转去，看什么所在会当斗相共。哎，阿辉。 我这么样厉害，我即马千万袂当打草惊蛇，叫伊走去。我已经赶到去甲伊报告。白丁，八道七七，白丁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师傅，师傅，等来。师傅。
我发现仇恨天秘伫什么所在？伊秘伫个倒位？即嘛是营销官，有看到你无？紧从我来去啊！是啦，兰花，紧从我去。兰花，伊到底秘伫倒？紧讲！我来听到，小戴，你一人一句，你两个是要嫌弃啥兰花？兰花，你慢慢来讲。你是安怎发现到有影来？我伫个来半路发现血迹，感觉真好奇，就接到家底，煞去发现收魂天，无看到乌爸。乌爸已经死啊！我早就劝伊离开收魂天，伊就是唔听。你继续讲落去。伊秘伫一间破工寮，我看伊下性命练功夫，敢若变甲足厉害。师傅，来个你的等下。对啊。让蓝花带路，咱来跟他拼。蓝花，照你看魏英来的情形，咱来去跟他请拼，敢有可能赢？应该是会赢，也不过看迄个歹地命眼神，恐惊咱的伤亡嘛真严重。拄则检验判断完全正确，魏英来已经起效。阿弟，卖卡细腻，唔通冲破情绪。那是任何一个人受到这少的伤害，安尼完全无价值。对不对？咱这次训练都要练心啊，大家小可忍耐一下。若要报仇，莫无差这次啦。阿弟。把伊叫走去，我叫伊方监视伊。只要有动静，不管伊在倒位，咱拢会知伊的行踪。都安尼决定。假使你若想要报仇，大家得赶紧甲七千块钱点好。摆定。师傅，是安怎有八个香火袋啊？连连算是七千滚钉。倒下来。师傅，这……我听讲你真会晓用刀，所以我伫想，这支龙虎宝刀，予你来用上适合。七千滚钉加上这支宝刀。就算讲魏英来功夫偌厉害，也难逃一死。师傅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安怎？有找到收魂天无？无，无，已经几天啊，竟然连一个残废的人拢找无，你真正无路用嘞，你呐？林哥，爱偌久，恁才找到收魂天？是一天？两天？一个月？还是一年？嗯？唔知影。唔知影。就是有恁这的饭桶。收魂天到即马才会好好阁活落去，连一个人拢找无，像你这无路用的人，我老林要创啥？爹，啊，拖落去！阿鲁，你是咧创啥？连芳来。哦。建明来。这几天咱拢无看到伊。小姐已经找万里山因练军啦。练军？是谁准伊去的？我不是讲过，有准伊去聚会了，
你是安怎无甲阻挡？所有人拢无要听我的话。姚明啊，我叫你要创啥？阿爹，你到底是安怎啊？你。是公义啊！下摆会走，唔听话啊！谁叫你去甲飞龙赎回？啊！阿爹，你到底伫咧讲啥啦？谁讲我去甲飞龙赎回？我是要替你报仇，我才光明正大甲飞龙去练拳。拢共款啦！就你搁去练拳，你若搁去，我就甲你脚骨咬断。还够你？你是咧甲人做啥物暗算？啊！兼兼去甲飞龙输血，你搁陪伊去？你起痟？你是偷偷派去啊？阿爹，你哪会安尼啊？我甲赵英德兄弟见面，迄是我答应要甲伊斗阵来决定呐。是阿爹，你误会啊！我才无误会啊！兼兼，今仔日你一定要甲我讲个清楚。该啥？我不准你三心六意看一个爱一个。阿爹。你甲我当作是甚款的查某人？我甲你讲，我甚么人拢无爱。在这个世间，甚么款的查某人我拢无爱，安尼会用袂？你怕？就算你甲我拍死嘛是同款。我的个性你上了解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的做主，我感情的代志嘛无需要你管。飞虎，我拄则是毋是伤过冲动啊？阿爹，我知你关心剑明，剑哥伊的脾气你毋是毋知影，你愈歹，伊就愈大声。我嘛无想要甲伊歹啊，剑哥，最近无一项代志我顺心的啦，受训体阁抓袂着。你把剑英的感情当作是办公会啊！我烦啊！阿爹，飞虎，我警告你，你亲嘴答应我要照顾剑英，你对伊是有责任的。阿爹，我无要听你解释，最后再讲一遍，你把剑英已经拜堂成亲了，剑英是你的家后，你是伊的尪婿，这是永远无法能改变的。你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有听到？是。小姐，你莫生气啊啦！你即摆爱烦恼，毋是你家己，是老爷。什么意思啊？老爷甲我变啊呢？毋知是毋是去许文天拐起迄当阵，拐到头壳歹去啊？要若无，以前嘛袂遮尔歹啊。若要参像即马安尼，卡袂着就杀人。杀人？嗯。伊杀啥物人啊？啊对。嗯。江明。阿鲁。你泡茶。哦。江明。拄只阿爹甲你拍，会疼袂？疼，当然嘛疼，尤其我的心上疼。好啦好啦，阿爹甲你回失礼啦，我无应该出手甲你拍。也毋过，阿爹嘛是为你好啊。为我好？你甲我讲到遐尔歹听，佫敢讲是为我好？阿爹会安尼讲？是爱你心头抓好定，好好爱飞虎。我相信飞虎嘛会好好疼惜你、照顾你，予你幸福。阿爹，同款迄句话，我已经大汉啦。我家己做啥物，我家己知影。建明，
好啊啦，你莫一直跟我的代志啦。我拄则听卢公，你伫发信地，你搁杀人，你杀啥物人？无讲无代志，讲着就规百货啊。哼，收魂天找规宝找拢无，我一扔着，就甲因解决掉啊。阿爹，什么老爹爸来话的人，拢是对你上司中的，你哪会当？哼，连代志拢办袂好势，司中有啥路用？阿爹。 你真正不是安尼讲的，你讲这兄弟，拢是替你拼生死的人。你讲讲对，以前是以前，即摆是即摆。即摆让死魂天给我关起了，我得到一个教训，留伫身躯边的，唔干那爱死忠，更爱有路用。也若无，就算去饲狗，我嘛无愿意。 虽然讲恁即摆军阵，连了无讲介绍，但不过魏英来功夫慢慢了恢复，我是伫烦恼。搁再安尼等落去，对咱无一定有利。玉红，你毋是有去介绍魏英来，啊即摆怎样咯？魏良讲的无毋对，看起来魏英来功夫恢复了真紧。魏良，都参照你讲的，咱的军阵啊，并无够少。 那真正拍起来，并无十就八。你无听玉凤在讲，魏英来功夫恢复到真紧，咱若是无较紧动手，万一伊的武功若是恢复，安尼就害。安辉，你看嘞？我嘛赞成，较紧动手。安辉，既然大家拢安尼讲啊，我当然赞成。好，明仔载。 是咱中义堂许魏英来会条纪念日子，咱就要用魏英来会来祝贺咱中义堂的历代祖先。阿爹，你看安怎？哦，决定明仔再动手。 若是我阿爹知影，佮讲无好，我照顾你。行啦，去困。我困袂去。啥物代志互你困袂去？你敢要当甲我讲？我毋知，我就感觉啥物代志拢袂顺。是咱两个性情的代志，还是你阿爹最近的脾气？啥物拢有，我感觉我拢无法度控制，就亲像…… 咱两个人的感情，你想想多啊啦，你想忝啊？有当时啊，我伫想，我归去转去长沙，啥物代志拢莫管啊。哪里我？你安怎？不是啦。 我是讲，阮要安怎？你是讲啥？我甲飞龙。那恁我走上好啊，我若是走，恁兄弟就无遐尔麻烦啊。杰明，你袂当走，你定留落来。留落来，我为着啥留落来？ 是你，还是慧玲？我答应阿爹，要好好照顾你一世人。不过我无可能离开台湾，你留咧好。照顾我一世人，哪呢？你现在搁甲我塞去给你阿兄？你莫来尊讲，我啥物代志都唔知影。 你要照顾我，你把我塞去给你阿兄，你是安怎照顾我？慧良，我不是讲慧良，我是在问你。慧良，你呢？
你要认知影，我哪得阁讲？我爱你伫我诶面头前讲，莫恨看我，莫侮辱我，我爱你讲出来。黄辉浩，你到底是毋是查某囝？我爱你甲你心肝内诶话讲出来，你甲头换过，你甲头换过来。 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我跟你讲实在话，我阿兄，伊更加需要你，伊比我更加爱你。 我唔是物件，你下底无迄个权利，甲我安尼送来送去。我唔是这個意思。你先都唔讲出来，因为你心肝内根本就无我。杨幂，你讲话啊！我希望你能幸福，希望你能快乐。 你若是希望我幸福，希望我快乐，你就要让我家己发落我家己的感情。我哪敢发落你的感情？你绝对有选择你家己幸福的权利。我只是，你只是安怎？袂用的，我袂当只嘛落个代志讲互破。万一今明真正毕业，那你回台湾？ 非常的真实无机会。你讲啊！你只是安怎？我只是希望你能留在台湾，莫离开家。我讲有咩？讲有啥物？我拄则问你个问题，你还袂回答我？我，你心肝内底敢有我？ 有，还佫有嘞。我爱你，安尼你会当留落来袂？我会考虑看觅。好，你先去内底休困。哎，伟浩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找我阿爹。明仔载是阮中医堂。 我会用来消灭今年的日子。安尼拄仔好，咱就趁明仔载的日子，甲徐文天解决。也毋过，咱的七彩军丁还袂练好。若是等练好，徐文天的伤嘛好啊。好，咱就来去。七彩军丁，大家虽然还袂练好。 啊，毋过照这个目前的这阵势，应该有法度甲维仁来维你这个中。大家莫特别来进攻，偷偷来找机会，来甲维仁来磨，磨甲伊性地来夹起来，性地若夹起来，伊就乱，伊若乱，咱都机会。 大拢伫。恁大家伫咧讨论啥物啊？杰米，阮伫讨论明仔载要解决维英来的代志。明仔载都行动，是因为明仔载就是维英来毁掉咱中医堂一年的日子。你还记得啊？当然，这个日子我永远嘛袂放袂记。 我真欢喜，今仔日咱中堂所有地主大拢伫遮，我真感谢建明，会当马上参加这个行动。是啊，本来咱徐兄弟已经真有信心啊，即马佫加一个建明，但是现在如果有天明。
我知恁大家这么拢真有信心，为着要鼓励恁大家，我特别传了一顿好料的。拄好啊，我就要的，我伫来办好。小等，这道菜要怎？啊，不过毋是即马，要等到明仔载，恁大家成功转来，咱才好好坐落来，才是转去团圆饭。惠良，你是馆主。 答应安尼，明仔载这个囡仔甲你出去，拢爱平平安安甲我带转来，兼一个拢袂用的。安尼啊，我知。爱会记得，恁每一个人的性命对我来讲，拢比伟英来搁较重要。恁大家拢爱记得孙女讲的话。 除了恁对伊恁家己以外，嘛要注意恁身躯边兄弟。我要伫为恁来性命，也毋过，我嘛爱恁大家拢会当平安倒转来，知影无？是。好啊，今物大家休困。 我专工带苏明来给你看。好啊，抱来。来，苏明，你看，规工无看到你哦，愈来愈大汉嘞。乖，苏明乖啊。你练拳咯？对啊，即马有闲，猛练猛看。其实你的后拳已经到落血顺境的地步。较苏明想阿弟的。 看到你练阿遮尔好，一定会真欢喜。我甲明秀，哪会比的？事实上，你就是练比伊较好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甲你拜托。明仔载行动会有甚物款的结果，真歹预料。卡苏若是有万一，请你答应我，替我照顾苏明。即马袂怕。 你着想着家己有啥不幸，安尼敢好？安尼是为着伊用万一，只有安尼，我才会当全心改变。万一发生不幸的人是我，要安怎？袂安尼呢？挥霍甲亏良因两个人，将你的性命看甲比因家己搁较重要。照你安尼讲。 我就会当无顾家己的性命，去到徐文天边。金明，玉红，万一你有啥物代志，唔免恁讲，我拢会照顾苏明。啊，不过你也答应我，你也顾你家己的性命，袂当甲徐文天拼命。我知。你放心嘛，明仔载咱二亲像阿爹讲的安尼，平平安安倒转来。 较早困啊，来，苏明，较早困啊，来，金明，不管将来你选择恢复还是恢良，我拢会祝福你。 你在想啥？我咧想明仔载。你会惊死哦！这边的行动决定咱中堂生死，讲实在，总是会惊。我嘛是。
阿哥，我今日是得。我是怕讲你不答应我。答应你啥？不答应嫁我。你还有几多时间？啊，敢讲你无感觉着？经过予咱重重这一天，向你求婚，是真有意义，非常介意啊！啊，答应我好不？你，我知你对我足好的。不过，你敢会用个，搁花一段时间，等你进来较稳定的，我会好好考虑。好啦。梁辉，你莫安尼啦，我唔是拒绝你啦。你，我是一个人日子过惯死啊，你还用叫我嫁你？我惊，我也袂适应，无法度甲另外一个人做伙生活。阿红啊，我毋是讲过啊，你好歹我拢有接受啊。我，林辉，这毋是你的问题，是我。我是感觉，若要做别人的某，都爱做好。啊，若无嫁去你家，若是去用嫌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想到家里遐，我是讲实在啦。我知影啦，我会等你，等到你点头为止。什么代志？我有代志想要跟你讲。你免讲，你要讲啥我拢知影。阿爷，你先听我讲。明仔载战争，你爱甲我斗三工，照顾咱所有孙兄弟的安全。假使讲出什么危险，我会冲进去，点断家己。咱两个兄弟的爱心看护好，才当从伤害减到上低。阿爷，我认为咱两个应该对调，你负责大家安全。若是危险，我冲头一个。我是馆主，你要听馆主的命令。是。哎呦，假使讲我若是什么意外，你要来接替馆主这个位置，袂用的，绝对袂有这种代志发生。咱拢爱做上歹的打算，万一我若是死。关注我哩，告诉讲你也是安怎，才交予有方，都是讲咱中学堂所有的孙兄弟拢总死了了，但嘛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。哎呀，中学堂所有的孙兄弟拢有挂念，有方有使命，
燕飞甲凤姐，伊两个互相挂念。天机有彩云甲莲凤，啊你，你有剑影，你我上无挂念，就算我要死，也死我一个。剑影是你的家哦，伊当然是你的挂念。阿兄，小阿你唔相信我对剑影无感情？飞虎，你唔当骗我，唔当骗你家己，唔当骗剑影。阿兄，你硬要甲剑影甲我杀做伙，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负担，你知影无？恁两个已经是翁阿母。就算是负担，你嘛是爱担。也过剑明伊无爱我，我嘛无爱伊。以后，你若是搁再讲这款话，我绝对不原谅你。也是为你好，你唔当让我失望，也唔当辜负剑明。苏湘都要带这囡仔替你报仇，希望你在天之灵，不比这囡仔会当平安倒腾来。这百回是，昨暗我亲手把这所有牌拢写好，领导会书记、领袖、大丁，还有恁叔娘，包括上重要的，都是咱中医堂的代代祖先。阿爹，我知。南辉，去阿兄。是。小丹，拜是一定要拜。不过，不是今啊，忘记伫这个所在。辉亮，我喺你中午台古厝等你。对啊，你的意思？我要你去中医堂解决魏英来，要让伊来祭拜所有死在伊手头的人。知影？是，要把咱所有死去的做一遍吐出来。知无？是，师父。气球，恁独当，也毋过，绝对想袂到，我的刀手，竟然甲比我的气球搁较厉害。
七成的军阵，袂歹，无了有淡薄仔性。你敢知影今日是啥物日子？哼，我管他你啥物日子，我干那知影，明年的今仔日是恁家的人做鸡的日子。不用来，敢会记得旧年的今仔日，你毁掉阮中义的。今嘛，要为你家己所做的付出代价。我付出的已经伤济啊！我家也对人走，我查某囝恁害死，都是恁家的人害我家破人亡。那你还佫无够？阮中义的，你死偌济人，牺牲偌济心爱人。用你的性命来相赌，安尼我嘛赚着，我赚着恁家人，为岩手来陪葬，就算今仔日我互恁害死，我嘛是恁长辈内面唯一的胜利者。呀，别给啰嗦。来了，一定要救你，必定要中意你。